献给旅行者365日，大家吉祥。今天要跟各位来介绍这篇文章，叫《戏台》。戏台乃是由中国大陆作家鄂月河先生所写的。鄂月河先生是中国大陆作家林解放的笔名，他取意为奔腾不息的鄂月黄河。他也是大陆非常有名的帝王系列的小说的一个作家，他也因为这样而在成为大家所能够去认知的非常有名的一位写这个历史的一个史学的一个作家。那他在内文里面呢所谈到的狮子，世界原来是大戏台，无需拘累，傻子，戏台本来小世界，且宜阳风。从鄂月河先生前面的这段文里面，就让我想到，我们一般都会讲到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意思是说，演戏的人要照着剧本的要求来喜怒哀乐，不随己意，看戏的人就跟着演戏的人来同悲同喜，浑然忘我。所以人生其实就像一场戏，你想要当疯子其实很难，你首先一定要放下，不怕不好意思，要当着那么多人要诠释自己的所要演的角色，真的很不容易。而在台下的人，我们会看到台上所演的，我们会把它当作是一种真的，把自己的感情也融入在里面。所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人生百态在舞台上它是表演的淋漓尽致，也道尽的我们人的一个本性的表露，所以它也是一种非常活生生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写照。所以不管台上台下，它就这样好像一起的生命一样，它互相的交错，在把不同人的一个感受生命的那种认知把它融入而一个融合。所以我们说，其实一出戏就好像一起的生命，这里面有他的生命，该上台的时候我就在台上好好的淋漓尽致的发挥我该尽的角色，该下台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洒脱的，我就下台。所以其实每一就好像我们的人生，我们随着我们自己的业来流转，那在这业的流转，可能呢我的前世是什么，我这一世又是什么，就好像每一个人在台上每一个时期你所要扮演的角色是不同，你可能过去是扮演好人，可能这一世你要扮演坏人，但不管是什么样，你总是有你自己在人生的舞台，你自己应该要去接受，甚至你应该要去完成的那份的使命哦。所以我这个你要说啊，也讲过一句话说，其实看戏是在修心啊，演戏是在修行。那其实呢，看戏的很容易啊，演戏的很难。就好像我们在生活的当下，人生的旅途当中，可能我们去看别人的种种很容易，但是你要怎么样演好自己这个角色的这出戏，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或许呢，我们很多人从这个舞台，从这个戏台里面，我们会很多人会认为说，其实我们平常我们跟演戏没有关呢。但是想一想，谁不是在人生的舞台里面，我们都是在演着谁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扮演好我们自己的一个角色呢？那
在这里面呢，第二段文里面呢，二月河先生又讲到说，人生好比一口大锅，当你走到锅底的时候，只要你肯努力，无论朝哪个方向都是向上的。其实本来就是这样，我们想想看，这世间上的人生是不是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你东西往上抛，它有最顶点，但是它也有它的低点。但我们走到最底部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认为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往上，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往上，只是当你执着说我往上的地方只是只有在那一点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我爬不上去。其实每一个人可以从不同的点往上爬。我时常会比喻到说，像禅宗里面他就讲说，在这个房间里面，在这个空间里面，你怎么走出去呢？你可能是由大门走出去，你可能是由窗户走出去，你也可能是哎，我从这个屋顶找个地方出去，也可能是我打个地道出去。但是它的这个前提就是你要有空隙，你的人才可以出去。那同样的，在人生的很多的历程里面，每一个人所遇到的逆境可能有很多的不同，但我们不是人生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人生有很多种的路可以走。那最重要的取折点是在谁？在自己。你想不想去跨越？你想不想去超越？你想不想往上？就犹如二月河先生里面所讲，它是一口大锅，当你走到锅底，其实只要你肯努力，你肯往上，其实你不管从哪个方向，你都可以是往上的。那它里面又写到，每写一部书就等于在超越穿越一片大沙漠，确实感到寂寞而空寂，自己完全是一个独行客，但绕过去就有一片绿洲在等着自己。其实也有人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人生的经历就是一本书，一本你自己都读不完的书。那可能在不同的就好像我们在写一本书，它有它的起承转合，可能你要为了这个整个剧情的这个它的那个高潮以及它的种种的现象，你更有这个吸引读者来看，可能呢你自己要编排的很多的个剧码，但是你可能在这个当下都是为别人而写而不是自己，所以你可能在这个非常漫长的一条路里面呢，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寂寞而空寂。但是如果你能够从这里面你把它走过，其实前面又何不是一个一片非常好的不同以往你的生命的风光是在你的面前呢？其实很多都是要靠自己的一个毅力、耐力和远大的目标去穿越这种种的沙漠。所以这里面也让我想到这个，在大唐玄奘大师他一份的远大的一个目标，他为了什么？为了佛教，为了众生，他从东土到西域去取经，在这个要漫越过这个800里流沙这个沙漠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独行客，没有人跟他对话，他是寂寞的，是空虚的。但是如果你的心中拥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一个坚强毅力不变的一个你那份的心，其实它会帮助你穿越过这个沙漠，你会看到远大的一个绿洲就在前面等着你。那它后面又在讲到说，蹉跎磨折苦啊，亦欲行不宜行啊，欲往更难往，在电光石火里翻了多少筋斗，乃知门楣亦是最难悟啊，此岸彼岸何处啊，烟雨苍茫行客孤，只向妙善公主漫天彻地悲悯心，修几劫恒河沙数，方植出长生果菩提树啊，真难堪是俗子
凡夫焉说得我受者无，恍然间心无私处啊。洪波险，涅海遥，慈航渡。其实他这里也在讲说，人生的过程里面总是没有办法一路都是顺的，这里面本来就是有他的很多的顺逆境。你说如果你在走的当下你没有很清楚，可能你会想要走，可能有很多的外在境界也会来障碍的你。但是如果你自己有一个很坚强的一个毅力目标，其实它都是可以跨越过的。其实人生它是在刹那刹那，其实是非常快的。犹如它里面所写的电光石火里啊，其实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历尽，我们要历尽多少的某些的沉浸，某些的一个因缘。但是在这里面呢，最重要是你自己，你不能够蒙昧啊，你不能所谓的佛教因缘十二，所谓的生命的一个缘起里面，十二因缘里面所讲的一个无明。无明就是我们对于现在或者说我所当下的一些实相，我没有正确的了知。那我从这里面我就会产生很多的迷惑，迷惑我就会去造业，造业我就受苦，那我的生命的流转就是一起一起的接着下去。那在这里面呢，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来完成我这一起的生命，甚至我跨越我这一起生命很多的一个困境了。所以他里面讲到说，此岸跟彼岸何处啊？我们时常讲说，这个此岸就是我们迷，彼岸就是悟。那此岸从一个迷到悟，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度越？在这个生命的长河里面，有一个什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度越从此岸到彼岸呢？它里面就讲指向妙善公主。妙善公主就是所谓的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他的悲悯心为了一切的众生，千处祈求千处应啊，他的心是放诸于一切的众生的身上，所以他从这里面一个菩提心，他为的是什么？一个众生能够得度，能够离苦得乐。但是这些也是观世音菩萨他累劫他经历了多少的困境而修的，才产生了这样所谓的一个果。所以其实我们时常会讲说，我的生命是这一起一起的生命，断了就没有的吗？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它是一起的生命的一个结束，就是另外一起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看那个种子，在种子在播种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看的是一个种子，但是你给它很多的因缘，它会慢慢会生芽的，它会长出芽，甚至开花结果。开花结果之后，它是不是还会有种子？种子升起，它是不是又是下一起生命的一个开始？其实生命它是生灭不息的，就好像大河流一样，它是就生生不息的，一直往前去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无始无终的，但是最怕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给它一个断剑，就是说我的生命到这一起就没有了。其实生命它是有它的相互的一个关系，它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所以呢，在这里面怎么样去安顿我们的身心，怎么安放我们的身心啊？尤其是在这个业海非常宽阔的业海，我们怎么去寻找自己的一个安顿点，寻找自己可以登岸的，从这个此岸能够登向彼岸的那个方法，那份的力量又是什么呢？所以我想这里面唯有依于佛法，以佛陀的慈悲跟智慧，甚至我们所谓的一个菩提心，菩提心其实就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要你越能够深入佛法，深入这个法的义理，你更越能够了解到整个一个整体的一个因缘性，在这个当下，你才能够从你的内心真正的发出那份的所谓的信仰力，那份的信心，为众生来担任更多的责任，甚至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可以更在这一期的生命更完美，甚至我们还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众生，他人的生命能够达到一个
圆满的一个境界。所以呢，希望透过这个戏台这篇文章，我们应该在自己的生命的横流里面呢，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仅给自己带来快乐，也能带给所有的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幸福安乐。我们最后呢，来祝福大家能够所谓的平安吉祥，阿弥陀佛。